挺慢的呀，我还没学会呢。你只用练了一个字啊？喏，只练一个勇字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？皇上让我写什么我都只写一个勇字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勇字里面呢包含了书法常规的所有笔画，练字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字先学起的。你把勇字练好的话，基本上很多的运笔都能掌握，若真有不相似的地方也可以用潦草掩盖过去。虽然还是怪麻烦的，可是比我想象的简单多了。行吧，我可以，奥利给！只要有你在身边陪着我，我一定突飞猛进，为爱发电。公主还是自己好好练习吧，每隔两个时辰，我就会让静心把你的书稿送去我那里，批注完之后，再送还给你。为什么？你一直在我身边，随时指导我不好吗？因为要瞒着我大哥，不然我大哥知道你不是真正的屈檀儿，那就要出人命了。所以呢，你必须闭关，除了静心以外的所有人都不能探望。那你总得教我写一个吧？嗯。